所以一定要预约。是，你可以上1922，只有今天上完票，完之后都是边境。想现场排队随到随打，只能败兴离去。北市府这周增加为10个疫苗接种站，新增的东区捷运地下街24号提供 BNT 跟高端各500剂，名额早被抢光。公司在附近而已啦，然后莫德纳原本是约莫德纳，那莫德纳那时候约不到，后来就想说，哎。BNT 也可以，原本是想要选莫德纳，这超难抢的，刚好有看到，然后就赶快登记了。不少上班族趁着上班前先来打疫苗，这星期开始的第20期，北市预约量依旧以莫德纳15万多剂最多 ，BNT 其次有75000多剂，高端则有8000多剂，加上特别门诊共265000多剂疫苗。不过北市的莫德纳却还短缺1000瓶，大概2万剂左右，民众恐怕预约。却达不到，这个数字其实都有跟中央做了一个说明，我相信这个应该不用担心了，这个部分既然有预约，我相信应该都可以这个顺利的来接种。就算疫苗不够，还是要催出打气，尤其过几天就春节，考量习俗上过年不去医院，市长柯文哲原本打算趁放假前增开接种站把疫苗打完，现在拍板大年初四恢复打疫苗。大概50-60家的这个诊所，合约诊所，他们愿意初四、初五、初六这3天，他们有表达愿意来为市民服务。敲定提早疫苗服务，柯文哲在可能的疫情再起前，先拼提高追加剂的覆盖率。TVBS 新闻陈旭怡、黎平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